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古》节目。俗语说呢，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那么可见呢，选择职业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在这一方面，佛法又能够提供我们什么样的智慧呢？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圣严姐好。是我们一般人谈到选择职业的时候，常常大家就开玩笑说，这个职业呢最好钱多事少离家近。那不晓得从佛法的观点来看啊，选择职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些什么？佛法讲有正业非正业，所以正业是正当的工作。嗯哼，所以正当的职业，什么叫做正当的职业啊？就是第一，不要啊对人对众生不利的职业。嗯，所谓不利是什么呢？就是从他们生命上的伤害，名誉上的伤害，利益上的财产上的伤害，以及人格的伤害、品德的伤害，从这一些职业上面呢，这个职业不能够伤害任何人乃至于其他的众生，这是第一个要求，就是正义的一个基本的要求。第二个呢，自己有利益，对他人必须要有利益。嗯，这是正义，那就是自利利他，这是啊。像这样子的行业有吗？我想现在许多的企业界，甚至于一般的做小生意的人，是也都有这种啊商业的道德。如果做生意只有自归自利，而没有管到其他的人是不是得到利益的话呢，这个人的心胸太小，这个人的生意不会做得大。因此呢，在广告上也会讲这个，我们对顾客如何如何的优厚，顾客会有得到什么样的利益，他不断地在宣传对顾客有益。这个如果是假话，那就是不是真意。那是真的考虑到对顾客有益，那就是真的正义。是第三，不考虑对自己是不是有益了，嗯，只考虑到对众生呢，对大众，对许多的人是有益的，对自己呢有益不有益不考虑。虽然对自己可能呢在健康上，在自己的财产上财力上都可能有点损害，但是呢，不管了，这是为了众生有利益，那自己是做奉献的，把自己的生命奉献，自己的财产奉献，奉献给谁？奉献给我们这个社会，奉献给全世界的人类，奉献给一切众生，那这个叫做菩萨业，就是大菩萨的一种行为，那叫做正义。所以是行义呢，360行，现在也不是3600行，可能是36000行哈，行行都可以成为正义，看存心如何，嗯，看存心如何，然后呢，方法的目的是如何？是。那有些人会不会想说，那作为一个佛教徒好辛苦，好像在选择职业的时候，是不是限制比一般的人多呢？没有啊。佛教徒能够做的工作太多了，这样避免呢伤害人的这一之外，其他的全部都能做啊。嗯，伤害人、伤害众生的那这一其实不多的，可以避免的。那不是伤害众生、不是伤害人的这种这一啊。相当的多，就选择的空间还是蛮宽广的，空间太大了。是，那么佛教徒需不除了刚刚师父讲到的这些以外，还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需要做到的考量？其他的考量呢，
就是在工作的职业的场所啊，就跟人的关系或跟事的关系啊，看看是不是自己能胜任，还有自己呢的意愿都应该考量了，还有人的关系因缘是不是允许你这样子做。有很多的人是非常天真的，认为选了这一行这一以后呢，对自己有益，对人家有益，一定是有益，不一定啊，那不一定的啊，因为环境不允许你去做，你进去以后，你担任之后，可能呢，会让其他人受损失，或者是呢自己也会受损失，那因此呢，对于职业的这个选择啊，还是需要小心一点。是比较随缘一点。随缘呢，看看，先了解那个职业是什么，那个、工作是什么。我们现在看到报纸上登的，所以征求人才的这个广告蛮多的。是。比如说什么公关小姐咯，那这种职业就小心的了。是我们常说职业没有贵贱哈，那么从佛法来看，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职业只有啊，这个职务的大小，并没有职务的大小是有的，这贵贱是没有的。在我们用佛法的眼光看呢、你用自己的手、自己的头脑去工作。任何人都是相同，众生是平等的，职业当中也是平等的。不过呢，有的人因为能力比较强，所以他职位比较高一点；能力比较差，福报自己不够，那么职位比较差一点，比较低一点。职位低并不是等于人格低，并不是说职业是啊。是差。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么从师父的开示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知道职业并没有贵贱之分，只要存着正念行正业，那么对人对己都是有利的。那么也欢迎您在下集里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